参加地中海四天之旅，现在我们是坐在公主号渔轮的第十七号点舱。公主号渔轮现在正要起航，现在已经慢慢的渔轮从岸边开始启动。那在我的现在正前方，可以看到在渔轮从十七号的上面来补干所有的下面，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游客在前面观赏那么游轮的一个出发呈现。Oh,